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概念四哈。这个概念四呢，讲的是奇数和偶数。那这个呢，我们从小学学到现在哈，那我们到了国中以后呢，我们就再更进阶一点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偶数。你先举个例子来看看吧。很多同学就说，老师偶数那很简单，我知道偶数，偶数叫做二四六八十十二点点点。哎，没有错，这是偶数。那老师就要问哦，你能不能换个写法呢？就把这些偶数呢当成是二乘以多少？比方讲，第一个偶数是二，哦，那我们可以写成二乘以一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这个四呢？四可以怎么写呢？四可以这样写，二乘以二。那这六呢？二乘以三。八呢？二乘以四。那十呢？二乘以五。那十二呢？二乘以六。那点点点，下一个二乘以七，二乘以八，二乘以九，点点点。好咯，写成这样子之后，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，请问有没有办法可以写出世界上所有的偶数呢？你这样写要写到什么时候呢？有没有用一种写法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偶数都把它写出来呢？哎，好像有办法。我们只要根据刚才我们说的，把偶数写成二乘以一、二乘以二、二乘以三、二乘以四点点点点点就可以了。反正呢，世界上所有的偶数一定长成这样，二乘以框框，二乘以一个数字。那这数字是什么呢？反正只要二乘以某一个数字，就一定会是偶数。这个框框可以填什么呢？可以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点点点点，也可以填零，也可以填负的。反正只要这个框框是整数就可以了。只要它是整数，不能是小数点。二乘以一点二等于二点四，它不是偶数，所以呢，这个框框一定要填整数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只要填出来的，照这样子填出来，就一定是偶数。那我们还可不可以用一种更精简的说法呢？更精简的写法，我们可以这样写。那我们数学呢，这个有时候呢不会用框框，有时候我们会用这个未知数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样写哈。世界上所有的偶数，我们可以这样写，把它写成二乘以 k 某一个未知数 k， 那乘二乘以 k 呢，其实就是二 k 的意思哈。那这时候我们要限制哦，这个 k 一定要是什么数 ？k 一定是整数。只要 k 是整数，那二乘以 k 就写成二 k 的样子的话呢，这个就可以把所有的偶数都按照这样的形式把它表示出来，二乘以 k 是整数，那这样写的话呢，就可以表示出世界上所有的偶数。那事实上呢，你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偶数都写成二 k， 那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偶数呢，偶数其实它就是二的倍数，因为它可以写成二乘以某一个整数嘛，所以偶数它都是二的倍数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它被二除可以被二整除，它就是二的倍数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那奇数怎么写呢？奇数很简单，那就一三五七九十一点点点点点。那你能不能换个写法呢？有些同学说，老师，那我就不知道这怎么写了，因为这个偶数呢，就二四六八十，我们可以写成二乘以一、二乘以二、二乘以三。那奇数好像没有规则，好像没有规则。好喽，那老师又问大家，你能不能用偶数来表示奇数呢？哎，这个同学就会说喽，老师，那一我可以怎么写？我可以写成一，可以写成二减一。哦，那这个三呢？三可以写成四减一，五呢？六减一，七呢？就是八减一。九呢就是十减一，十一呢就是十二减一，点点点。那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就知道原来奇数可以写成偶数再减一。那有些人就说了，老师，那我不要这样写，我把一不要写成二减一，我把一写成零加一可以吗？可以。
那把3写成2+1可以吗？可以。把5写成4+1可以吗？也可以。把7写成6+1也可以。把9写成8+1也可以。把11写成10+1可以。点点点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，所谓的奇数呢，就是偶数加一或是偶数减一。那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哈，这个偶数呢可以用2k 来表示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是用偶数加一，那就是2k+1，或者是什么呢？2k-1。这时候呢 ，k 是整数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奇数要怎么表示它呢？我们就是利用2k+1，偶数加一，或是偶数减一，就可以把它写成2k+1或2k-1。这时候 k 是整数，用这个表示方法就可以表示出世界上所有的奇数。好，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奇数哈。所谓的奇数呢，它就是2的倍数加一或减一，偶数加一或偶数减一。那事实上呢，如果你把奇数拿去被二除呢，它被二除会怎样呢？一定没有办法除尽嘛，被二除一定会余一。所以什么叫奇数？被二除余一的叫做奇数。那奇数呢，也就是二的倍数加一或二的倍数减一。旁边我们来看一下，零是奇数还是偶数呢？因为这个零呢，可以写成2×0。那零被二可以整除，余数是零，所以零是偶数。第二小题，那3的倍数怎么表示呢？好，我们就知道3的倍数长这个样子，3乘以某一个数字，3乘1、3乘2、3乘3，那这个框框一定要是整数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3的倍数怎么表示呢？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3乘以 k， 那就写成 3k， 其中这个 k 是整数。3k 就是表示3的倍数。这个题目呢，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。